生不够，所以他第一次表示就不认我，那么就给他一次机会。等一下，再来，丹老师，你先带，丹老师先带，我们出去一下哈。哦，我们要来了一位宾客，好，小朋友先出去。等一下，再一次哦，我们来看爸爸妈妈的掌声有没有好大声啊？经过一经过两年，我帮你鼓掌，是在实验的，他们有的小朋友。小朋友其实他是非常内向，本来今天希望你们都觉得是里面都是大人，今天还是很棒，对不对？厉害呀，我知。好，欢迎我们的熟都里长啊，张文礼的里长。各位家长哈，还有我们的小朋友哎，小朋友都在外面对不对？大家早安。早。啊，所以你们是大朋友了哈，所以我说哎，我这个神秘礼物要怎么献出来？结果通通是大朋友哎，待会再卖个关子好了。各位家长哈，真的是很好，因为在张文礼里面有一个人和托儿所，有一个我们黄园长跟我们的钱爸爸，让你们永远钱库满满的哈。那也是真的，我们每一个从主任到老师，他们真的都很棒。我来这边，快30年了，差不多。然后也认识园长，就是从头到尾知道仁和托儿所已经20来年了哈。那认识园长也将近20年，其实对我来讲，真的很喜欢，因为我的大弟那边。好，那我们就当时也很感谢园长这一整排住户哈，大家都很努力帮我们把后巷的那个下水道跟美化做起来，所以你们的孩子很幸福，在后面还多了一个美化的后巷，然后他们在那里玩耍，很安全，很干净，很漂亮。所以我也真的恭喜你们，也祝福你们，你们的孩子在这里是幸福的，是健康快乐的，那回到家里的气氛一定是更棒，所以也很开心我们张文礼由你们来参与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也在这里不要耽误大家孩子表演的时间，再一次的祝福大家幸福健康美满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的叔叔里长啊，为了我们这一里，也为了我们学校孩小朋友，他付出很多啊。我们请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再一次给他掌声，谢谢他啊！任何的资源可以给我们幼儿园的，他都给，我真的很佩服他。谢谢你，叔长啊，叔叔里长 ，OK， 谢谢。那我们该怎么给小朋友？等一下，我们圣诞老公公发，好不好？我先收吗？我先代收。给园长好。好好好。李长，谢谢了，谢谢。太古，太古的小朋友，家长麻烦你们，其实他们第一个表演，所以掌声一定要够。他们没有心理准备，因为我们济南在园里举行，所以场地空间稍微小一点，但是请家长也谅解，我们给孩子一个舞台，给他们表演，好不好？园长妈妈觉得你们都是最棒，你们会做的最好，好不好？清晨加油咯。好，帮你加油好不好？可能要到后面先加。没有。哦，爸爸妈妈的掌声这么大哦。Thank you.
我们表演的好不好？好。小朋友给自己打几分？有没有100分？有，这一次真的100分了，圣诞老公公一定会送大礼物给你，你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妈妈，妈妈有没有来？有。妈妈今天还上课，还来看你，对不对？请假来看你，你有没有表现得好神气？有。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偷偷告诉你们，等一下圣诞老公公会送你们大礼物哦，好不好？亲爱家长啊，其实给孩子一个舞台，孩子真的可以表现得很好啊。好，下一个节目请准备喽。走，来，我跟大家讲一下哈、来，各位爸爸妈妈哈，你们的小 baby 我们摄影起来，我们会上部落格。那之前在我们那边的万圣节啊，还有在我们那边的母亲节啊，你们搜寻仁和托儿所就可以看到那个小框框，你的小 baby 就在里面哈，他们表现得很棒哈，再一次分享给大家，祝福大家，谢谢，再见了。对呀，他超棒的，我知道，因为我带娃娃去会看好，哦，谢谢喽，谢谢，拜拜。比较会怯场哦，所以你们不要一直盯着他看，但是你微笑对他可以，给他掌声啊。
来呢是来是接下来是好。